Hello， 大家好，好耐冇见啦，又系我 Gigi 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 Chubby。Chubby， 我哋今日玩咩啊？我哋今日玩洗踩。冇错啦，你会见到前面咧，就系、是、有啲好鲜艳嘅颜色啦，有渐变效果嘅。咁呢个咧就系、是、饼装嘅广告水彩啦，系啦。系啦，呢啲系融合法嘅水彩。冇错。咁我就趁佢未干嘅时候画嘅啦。咁但係最重要要記得就係張紙質都好重要嘅喎。冇錯啦，你會見到咧，嗱千祈唔好慳啊，買啲係全球最靚嘅水彩啊，買啲係全球最靚嘅水彩畫紙啦，送你一對翼，彩畫紙啦，送你一對翼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佢做出嚟嘅效果咧，你會見到佢融合得係靚好多啦。咁同埋呢只。雅思的水彩畫紙就是法國的，就是 300g。 但是記得呢，這隻畫紙這類的畫紙它本身是黏了膠水的，所以它是撕不到的，你就要用一些畫刀啊、信封刀啊這樣切開它，就千萬不要用 cutter。 沒錯啦，那我們事不宜遲，即將開始 Go! Go! 好，我們首先就預先在張 300g 的水彩畫紙上面起了個稿先。起了稿之後，因為這裡的顏色太實色了，我們需要就找一些擦膠輕力地擦了它，若隱若現的效果。之後呢，我們就用一支靚一點的畫筆啦，我們就要整濕張畫紙先嘅。然之後呢，我們就上顏色啦。我哋今日就示范到咁多，我哋下一次再见啦！大家记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啦，拜拜！唔可以悭，一定要买翻。我哋今日就示范到咁多，就咁。分出嚟系咪？唔系啊，系咩啊？完啦，完啦！嗱，你急，咩事啊？咩事啊 ？OK 啊 ，OK， 呢啲一定我 cut 出嚟。我知，我就快。系啊。哇 ！OK 啦。Yep。你先，你。